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ad。那么今天我又要去一次德胜灯塔，原因是为什么呢？我从高中认识到现在的同学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国胜灯塔。纵使我影片讲了这么多次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今天我就带他去国胜灯塔。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它。那么有请我们的珊珊。珊珊 ，Hello， 阿朗呢？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干嘛吗？你知道为什么我要叫你发挥想象力吗？为什么？你的新主题？没有，因为我想说有人今天最近压力很大，我就想说到底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让他稍微释放一下下压力，又可以在海边进行的。当小孩子。Yes 那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接下去了，废话。Meanwhile。我现在连个东西都没有。那个是什么？OK， 现在到我们一号参赛者作品，它有着两座碉堡，一座搭载着炮塔，另外一座上面有着绿旗。让我们将画面拉远一点点看看。哦，等等，难道这个是？二号参赛者的作品有着两个圆顶，其中一个有着十字架，象征的是坟墓吗？那么另外一个是灵骨塔吗？那么底下的图案究竟是什么呢？就让场外的朋友们来现场评分吧。Ready Go！ 这一个比较好看呢，还是这一个做的比较好看？第二个啊，废话。第二个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觉得第二个做的比较好看？因为第一个我根本看不出来他在做什么东西。那第二个是什么？他有炮台哎，然后他又举白旗，这就是战争啊。然后他们要搭桥的后面。因为第一个我根本看不出来他在做什么。来，下面一位。Hello， 这边你看一个东西，然后你要两个选一个出来，你觉得比较好？我觉得第二个比较好。OK， 完胜！踩，去踩，你就直接大力的把它踏下去，把那撕那个不爽的东西直接给它踏下去，大力一点。那你觉得有抒发到吗？啊，蛮爽的。